欢迎莅临国父纪念馆。本馆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贤建立民国事迹，于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时规划兴建。目前建馆是七周年，是展现博爱心传的名人纪念馆，更是大众共享幸福的一文殿堂。本馆正厅左手边为国父史迹展东室，展出的是国父生平事迹展。展场内的建国大纲为本馆镇馆之宝。本馆正厅右手边为国父史迹展西室，结合科技及历史展出孙中山与台湾。欢迎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国父孙中山先生史迹展内容，也欢迎大家一起向国父铜像行礼致敬。谢谢。本馆二楼中山国家画廊是国家级的展场，目前展出的是墨菲墨证明创作展。本馆展出全面不收费，欢迎与您交接后前往参观。请大家注意，本馆室内及室外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，与宾交接是进行中时请保持肃静，只要跨越拉扯及触碰前方的管制红线。拍照时请勿手闪光灯，并尊重一切礼宾执行公务。这次执行的是空军仪队，谢谢各位，欢迎参观指教。
Thank you.
走，来跟我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广东的朋友往前走。